迎收看今天的美丽新生活，健康从建立新生活开始。我相信每一个人呢，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头痛的问题，但你知道吗？头痛其实跟时间、地点、频率，还有身上的一些合并症状都有相关，但跟今天我们所要解释的生活习惯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邀请到的第一位来宾是家庭主妇朱一奇，第二位是国小老师张婷一。两位刚刚已经事先填写了生活习惯自我评量表，看看里头打圈的数量，看来两位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健康主题息息相关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自我评量表。好，两位都已经做过评量了，对不对？对。有人搭乘捷运或者是交通工具的时候，习惯惯性的滑手机。那么，当然也有人平均在一个礼拜当中有三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好，等一下呢，我们就从两位的生活习惯的评量表当中呢，一一来检视一下，到底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专业的医师，欢迎一下吕大文吕医师，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谈一下，在台湾地区大概有42万人有这个疾病的疾病。那我手上拿的这个法宝呢，就可以帮助这个疾病的诊断。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示范一下如何使用。哇，这个法宝跟我们今天要讨论主题息息相关，等一下我们就拭目以待了。那当然除了吕医师以外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今天也是有备而来哦，因为他准备了好多好多的食材在整个我们的主题区当中。欢迎一下我们的钟医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些像蔬果、莓果还有坚果，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准备的食材。不过不要小看它们哦，它们都含有很强的抗氧化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对抗自由基，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哦。像是我手中的苹果也是其中一样哦。好，那么讨论过这么多，不管是您的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讲到头痛的问题也好，到底我们今天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活习惯出现了什么样健康上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解释一下，也许你就跟他一样哦。好的习惯为你终身效劳，坏的习惯让你天天烦恼。发现大众生活习惯史职业篇，今天要讨论的是私人特助。私人特助的工作规臬就是要完全听从老板的指示，掌握所有的资讯，举凡是老板要他做的文书处理、行程安排、接听重要电话、定位、买车票、订饭店等等，都是他的工作内容。Emily， 你帮我。是的，老板，已经打电话给李老板，跟他约好下午3点的会议了。Emily， 下班前再帮我。是的，老板，你明天的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都在这个资料夹里面。私人特务就像千手观音一样，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绝对3C不离身，因为要随时随地完成老板的任务，生怕错过老板传来的任何讯息。另外，特助有一个特征，就是上班时常得盯着电脑，完成老板交代的各种事项，协调主管之间的所有工作，准备所有老板需要的资料。帮我订明天高雄高铁的车票。是，老板，我马上处理。再帮我改一下昨天的会议记录。是，老板，我马上处理。明天下午要和客户打高尔夫球，帮我查一下天气。啊，是，老板，马上处理。长时间盯着荧幕对特助来说是家常便饭，特助的工作繁重，所以中午的休息时间能够趴在桌上睡个小午觉是他的小确幸。终于忙完了，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也常常需要帮老板协调处理一些棘手的事，一协调就是半小时以上，而且电话一通接一通。帮我打个电话给王总裁。哦，好，是的，马上处理。好不容易放下电话，立刻灌下一大杯水，是家常便饭。
繁杂的工作让特助回到家里，看着电视也得选择跟工作相关，看科技新闻，关心各国股市，掌握各类资讯，另外也会看看戏剧，舒缓一天的疲劳。即使上床睡觉时间到了，但他们也会死盯着手机荧幕，在床上滑来滑去。该睡了吗？嘿，等一下，等一下 ，Line 跟 WhatsApp 还有好几条没有回。还不睡吗？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确定一下明天老板的行程。快睡吧。等一下，我看一下老板明天还有什么事要处理。是不是也跟私人特殊一样，三 C 不离身？以上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经常发生在你身上呢？你搭交通工具会滑手机吗？会连续使用电脑超过2小时吗？会趴在桌上休息吗？会一口气喝下半瓶矿泉水吗？看电视不到5分钟就转台吗？关灯还在看手机吗？一个礼拜超过3天睡眠不足6小时吗？所以刚刚呢，各位从我们的画面当中已经看到了哦，这个自我评量表当中的生活习惯，其实呢也是在我们的整个评量表当中，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哦，尤其是今天的两位来宾，我们一一来看看好不好？好，搭乘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的时候，习惯性的滑手机，那但是我们的张老师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会晕车。太好，所以呢，没办法滑手机。所以你是因为会晕车，对，如果不晕，应该也是会滑，也是会啦。好，然后再来，有没有趴在桌上习惯的休息的一个习惯？是张老师有哦，但是我们的一期是没有的。然后再来就是也有喝水半瓶水的，一次把它喝光光的，或者是说一周超过3天以上睡眠不足6小时的，到底跟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有什么样的连结关键性呢？我们请吕医师来告诉大家好不好？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有关头痛问题。头痛的问题，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生活习惯看似平常，跟我们头痛有关系，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因为有看电视的啦，有看手机的啦，有看电脑，当然我知道其实那个连结性是有的，但是有这么直接的影响吗？因为我们眼睛啊，它是负责支配我们眼眶周围的这个肌肉或者这个支配的神经啊，对，最主要来自于这个三叉神经。那三叉神经如果受太多的刺激以后，它在眼眶周围就会引起头痛，所以算是很蛮常见。对。那有的患者他有干眼症啊，如果你又持续在使用三 C 产品的时候，也很容易造成头痛。那另外就是说，你可能有眼压高，眼压比较高，然后这个高到你这个三叉神经也受了刺激的，那这时候也会出现头痛的现象。可是用眼过度会造成眼睛如果比较累，也会引起头痛吗？会啊，不同的原因呢，我们把它归纳成3大类。那其中第一大类就是眼睛疲劳导致的眼睛痛引发头痛。哪一个是跟眼睛疲劳比较有关系？我觉得第二项应该是连续用电脑，而且你是24小时不关机的，对不对？没办法关。所以有的客人24小时他都在找你，所以这个我知道就是跟眼睛疲劳有关哦。那到了还有哪一些习惯是跟眼睛疲劳息息相关？有哪一项？钟医师，像第一项，对，搭乘交通工具，像其实我们很常在捷运上啦，或是公车上，不管是滑手机，对，或者是小朋友有些看书，是那就说你在晃动的这个车厢内，因为你的等于物体的焦距它不是稳定的，所以我们的眼睛的睫状肌必须一直持续的在对焦。是。那讲到睫状肌，可能大家不是很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构造。对。它其实是我们眼睛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是。假设我们的眼睛呢像一个照相机，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自动对焦？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整圈的睫状肌。那借由睫状肌的收缩还有舒张，可以来调节我们水晶体的曲度，所以呢我们远近都可以自动对焦，
比这个精密的照相机功能还要好哦。可是如果呢，我们一直在晃动的车厢看哦，比如说书啦、手机，那你的睫状肌呢就一直在滴滴滴滴，一直对不到焦，所以变成它很用力的做很多的功。是哦，那如果长时间经年累月下来，那我们的睫状肌就很容易弹性疲乏哦。那这个当然就容易导致眼睛的疲劳啦，甚至头痛啊、眼睛痛的问题。那你觉得除了搭交通工具以外，滑手机还有哪一些会造成你们眼睛容易疲劳？有没有这样子过的一个其他的经验？会不会是那个，就是因为都在灯光不足的地方看手机，然后手机又就是灯光比较亮，是，所以会造成眼睛比较干涩，会吗？因为我眼睛还蛮容易干涩，然后我又有时候我都要戴隐形眼镜，对，那戴隐形眼镜就会干到会掉出来。嗯，这个也算吗？嗯，这个当然也会让眼睛疲劳，对。不过真跟这项比起来，第二项，每天连续使用电脑那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其实这个有一个症候群，叫做电脑视觉症候群。那所谓电脑视觉症候群哦，它指的就是说，我们每天连续看电脑，那超过2个小时都没有休息，对，哦，所导致的一些啊，比如说眼睛的疾病啦，或者是身体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哎，长期使用电脑的话，一般来会大概有产生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干眼症会变得比较厉害。我们正常每分钟大概，在平常的时候，比如说眨眼的次数大概在12次到16次之间。可当你在专心看电脑的这个次数，大概就降到12次以下。那你的次数越少的时候，我们的泪水不能在我们的角膜上面给它啊，就像一个雨刷这样去刷过，在下雨的时候雨刷去刷是一样的。对。下雨的时候，你如果你又倒一个油在这个挡风玻璃上，你越刷越脏，对。越刷越不清楚。对啊，所以它症状就是这样。那就是说，它需要说定期的这个眨眼。是。可是当我们那个专心做的时候，你的眨眼力就会降低了。那这个降低以后，它会改变我们的角膜表面的一些屈光，所以我们度数的变化就像你在这个坐车看这个三 C 产品是一样的，所以它睫状肌做的功就会增加，是，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让你使你疲劳起来。好，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有提到了哈，这个第一类呢讲的就是我们眼睛疲劳的问题，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就是第一跟第二，搭乘工具交通工具的时候不停的滑手机，跟连续使用电脑过度过久的一个关系了。那还有第二类是什么样的问题？第二类我们把它归纳成是眼睛受到过度的刺激，过度刺激导致眼睛痛甚至头痛的问题。两位猜一下好不好？一起觉得是哪几个？我猜五。过度刺激，因为我是因为我个人是因为一定会等到小朋友是完全陪他睡着了，然后灯一定是暗的嘛，但我还是会看一下就是工作的内容，然后看一下电视，看一下电视，对，然后我跟我先生都有这样，但我先生比较明显，就是他有时候会说他眼睛会痛，然后也会冒血丝这样子。OK，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五，所以我才五。是看电视一个节目不到5分钟就转台，我觉得是七耶，因为我常有这种经验，就是一周啊，就是超过3次以上，就是睡眠不足达6个小时，就隔天起来眼睛是超干的，而且很不舒服。所以两位的答案不太一样，那我们请钟医师来告诉大家，是跟我们生活当中哪一些习惯有关哦？这眼睛过度刺激。其实第五项就是看电视一直转台，还有第六项关了灯还在看手机哦，这两个是比较有关系。就是看电视，我转台不是很正常吗？对啊，就是通常对啊，就转来转去看，现在广告嘛不好看啊，我现在看别的，看美丽新生活比较好看啊，才会定住不会转台，有没有？是是。那这个也是眼睛过度刺激的一种吗？应该是说哈，转台很频繁，像有些人是，譬如说要睡觉了，对，那他觉得工作了一天好累，他想要培养睡意，结果他就静下来以后就开始转台，可是他漫无目的的转，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要看什么，他一直很快速的转台。对，那像我们的荧幕在转台的时候，其实它的画面的不管是影像啦或者是色彩，它都必须做重组。那我们的眼睛呢，为了去调试这个新重组的画面，它必须重新对焦。对焦，对，所以它一样要做功。其实你看那种单眼相机重新对焦，你要按一下下，然后把那个 focus， 然后真的很模糊，然后圆圈圈对了，你才能拍嘛，对不对？可是眼睛也在做这个工作。是啊，可是如果你一直转一直转，它还没有对焦，你就会换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转过去，荧幕是黑的，是黑屏。
那过一会儿它又亮起来，对，然后等到它还没重组完，你又转台了，嗯，所以它忽亮忽暗，忽亮忽暗，嗯，所以这时候呢，你的眼睛受到的刺激就比较大。所以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想要在家里也享受那种剧院的感觉，有没有？旁边灯光都故意调暗暗的，然后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其实那个真的对眼睛也是一个伤害。伤害，对，而且当你如果是譬如说啊，关灯、滑手机，或者是看家庭哦电视，不要说家庭剧院，就是你把在很昏暗的环境下看这个荧幕。在暗示我们的瞳孔比较大，对，所以相对的比白天它容易一些辐射啦，或是蓝光进入眼睛的黄斑部就比较多，长期下来就容易造成比如说黄斑部的病变。但是姑且不管这个，就是说当你在暗示中，其实这个荧幕的对比度跟在正常有亮视像我们这种环境下，它其实对比度是比较高，所以眼睛在看这些比较鲜艳啊的画面颜色的时候，其实相对眼睛对焦是比较困难，它是比较容易累哦。那加上这些哦，在暗室里面的声光刺激，对，所以它很容易让我们的视网膜呢，很容易疲乏，甚至让我们的大脑皮质容易有一些，譬如说视觉暂留，哦，就是说你明明闭上眼睛了，可是怎么好像还看到刚刚在看的影片的画面，常常或游戏的画面？是，对，那这个很容易导致，比如说头痛啦，或者是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品质会不好，是，对不对？那恶性循环，睡不好又更头容易头痛，真糟糕。哦，所以其实刚刚钟医师讲到眼睛在做那个所谓相机在做的事情，就要对焦，对不对？我自己个人有深刻的体验哦。那你知道，那个超过40岁之后哦，真的眼睛开始慢慢对于焦距这件事情，它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界限。很多东西以前是这样子看得很清楚，但现在这个距离我可能看不懂里头的内容，我要稍微拿远一点点，其实就表示我们的焦距其实不像以前年轻这么灵敏了，对不对？调视力在下降。真糟糕，各位，你能体会吗？我们现在示范给你看，什么叫做年轻人一下子就看得清清楚楚，什么叫做年过40焦距很难对，有没有？好，我们来试试看好了。那摄影师辛苦咯，我们来试看第一个，就是年轻人，你的视觉，你的对焦是很快就可以找到焦点的。好，清不清楚？这样懂吗？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来示范的就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点，或者是你的视力稍微变差了，那个焦距可能，有没有要花一点时间？所以讲的其实真的，我们的眼球就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千万不要再让你的视力恶化了哈。好，那刚刚其实我们讲到的是第二类哦，就是包含看电视啦，或者是滑手机啊，其实会造成所谓的眼睛过度刺激引起头痛的一个问题了。当然还有第三类，对不对？因为剩下的生活习惯包含可能趴在桌上休息，这不是很正常吗？然后喝半瓶的矿泉水，还有睡眠不足。这是第三类吗？是哦，第三类是什么？这三个呢，导致的原因呢，都是同样一个，就是眼压可能会升高。眼压过高，那眼压的高呢，这个痛起来跟刚刚比起来呢，更是剧烈，痛起来是要人命的痛。哎呦，这听起来真的还蛮恐怖的哦。不过我要问一下吕医师了。趴在桌上休息不是很多人该有的习惯，像以前我们真的念书啊，小学老师，像我一定午休对一定要趴着睡觉，小朋友也一样啊。那这样子会造成眼压过高，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因为你趴着的时候，它就直接压迫在这眼球上面，压力就会增加。就像我们想想看，我们一个皮球好了，一个皮球啊，你把它这样压着，你去量它里面的压力。地球压力也是高的，对。那如果用午睡枕呢，会不会比较？因为午睡枕一般来讲，就是说它是顶在这个头部，不要直接压到眼部的话，当然是会比较好。是那就是像我的话，因为我是本身是非常不爱喝水，所以我飞到很渴很渴的时候，就一次我觉得一次灌半罐，然后就水又放着。那我想要问说，那为什么喝水跟眼压会有关系？喝水跟眼压。我们这个只要一次喝大量的水啊，如果超过300到500cc 啊，那他眼压就会上升哦。有时候有些老先生老太太，他们的习惯早上起来，他会上厕所之前啊，他在上一先要喝个500、1000cc 的水，对，他喝完以后，他觉得上厕所比较好上，对。可是对这个生活习惯来讲，实际上它是造成眼压上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啊，所以是不能一口气。
那我如果是慢慢喝，我就建议少量多次是最理想的方式。少量多次，不要一口气。对。然后听说跟这个眼睛有一个叫做防水，嗯，什么叫做防水？眼睛的防水就是说它是在我们眼睛里面循环所产生的一个水，是，那一天的话大概会产生大概4cc 左右，嗯，那眼睛那个压力能够平衡的话，就是它这个产生跟它排出是正好平衡的，嗯，那如果说你产生太多了，压力就会高起来了。是，所以其实跟喝水，其实各位也要特别小心喝水的习惯哦。好，然后再来就是一周如果超过3天以上睡眠不足6个小时，这也会造成眼压过高吗？当你睡不好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就是说，当你睡不好，我们眼睛的这个防水，它的分泌哦，是在夜间的时候大概只有白天的大概60%左右。嗯，那你如果睡不好的话，它夜间分泌的这个量跟白天是一样的。对，本来是白天正常产生，夜间应该减少。是，那它现在夜间不减少，那产生的量跟白天一样，那就过多了。哦，那过多的水积在眼睛里面，眼压就会高起来了。哦，所以其实真的要特别注意这三大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我们最前面其实中医师有提到，如果眼压过高，高到会痛，而且那个痛起来比刚刚前两类还要更严重，是，那是什么样的症状啊？那个就是造成了急性的青光眼。急性青光眼，青光眼非常非常的高，甚至可能连测压的眼压计都破表，量不到啊，那种痛会痛起来真的是要人命。哎呦，吕医师，青光眼是怎么形成？跟眼压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吗？对，我们一般讲青光眼，就是说它眼压的这个大小高低啊，大于眼睛可以容忍的一个范围。对，那这个范围一般来讲，在我们的临床上的定义，大概就是以20毫米汞柱。也就是大概相当于我们的血压的1/6。嗯，那你只要大于这个读数的话，我们认为说你大概就有很高的机会得到青光眼。嗯，那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现在一般相信这个青光眼产生是跟我们刚讲前面的防水液，它没有办法排到外面所造成的。嗯，哦，积在我们的眼球里头，积在眼中积的太多所造成的，就有点像是气球，如果你灌了过饱的气或者过饱的水。真的到一定程度，它受不了那个压力，它爆掉了。对，所以就会引起所谓的青光眼。对，哎，听起来好像很恐怖哦。对，青光眼是一个蛮可怕的疾病哦，因为所有的青光眼大概都会失明哦。嗯，所以我们常跟病人讲说，青光眼一定会失明，只是失明在什么时候？失明在死之前或失明在死之后。哦，那听起来就当然很可怕，可是对，一定要告诉病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要不然很多病人会认为说，因为青光眼在初期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你不跟他讲说会失明的话，他常常认为说。我好像不治疗也没有关系啊。嗯。哦，但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刚才讲青光眼，大概基本上它分成两大类。对。一个叫小偷型青光眼。小偷型青光眼。对，叫鱼角开放。哦。所谓鱼角开放，就是在我们这个黑眼珠跟虹膜之间形成这个夹角。对。那欧美人士大概这个角度大概40度以上。嗯。那亚洲人大概在20度以下。是。那开放跟这个闭锁呢，跟它愈后有关系。嗯。开放，我们讲它发生的青光眼是慢慢发生的。嗯。那闭锁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急性会发作。台湾地区最常见的一种鱼角闭锁的患者哈，典型的病人大概是这样子，就女性，嗯，好，然后身高小160公分，嗯，那她是远视100度到300度的远视眼，嗯，好，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她年纪要大于55岁，嗯，假如说你这四个条件都有的话呢，一定要接受眼科的筛检，是，因为你有很高的机会得到这个鱼角闭锁性青光眼，嗯，那这一类型的青光眼它就有可能急性发作，对，通常来讲，如果说我们直系血亲有青光眼，就是我们父母啊有青光眼。我们得到青光眼的机会就比我们的其他人一般人的大概多了7到9倍，还比他们再更高。对，哦，所以各位真的就稍微真的注意一下，爸爸妈妈应该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应该还好。叫隔代的话有可能。隔代有吗？如果说是隔代的话，那因为他这个他的基因的表现可能不是不完全的。对。那这个时候也应该开始接受筛检。所以一起隔代的我。就是我有过，我有过，就是眼睛不舒服，眼睛是我一直觉得这边在抽痛，然后眼珠子在痛，然后去看过眼科，嗯，然后他就有说我这个年纪，然后眼压这么高不好，然后他就有问一下，因为他是我外婆的医生，然后他帮我看之后，他叫我要小心，因为我外婆是全盲的，青光眼也是真的是因为青光眼，所以家里的电视。距离、手机，还有那些所谓的生活的习惯，可能真的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哦，因为有可能啦，哦，这个成为这个危险的族群之中了。那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到底这个青光眼它的
应该说他的病程的眼镜，哦，他是从什么样的状态到最后是完全看不到。我们有一段影片让大家真的深刻来体验一下。眼压过高是造成青光眼的原因之一，而眼球中的防水是影响眼压的关键。眼球里的睫状体会分泌出防水，防水是无色的透明液体，可以维持眼球固定形状和新陈代谢。正常的眼球防水产生与排出量会维持平衡，如果防水制造过多或排出阻塞，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防水无法顺利排出的话，将导致眼压节节上升，严重的话将压迫视神经，导致视神经萎缩，视野日渐缺损，最终丧失视力。而青光眼患者眼里所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嘞？这是你看到的世界，这是青光眼患者所看到的世界。他的视野会从边缘慢慢缩小，慢慢缩小，最后只剩下中心视野，缩小到最后完全失去画面。好，所以刚刚其实我们利用短短的一分钟的画面当中，其实真的就可以发现哦，这个有青光眼的这个朋友，他们的视力最后是导致完全看不到。嗯，所以一起讲到这个部分，好像真的快要，外婆其实真的就是大概几岁的时候，她是完全看不到的，完全都看不到，40岁，才40岁，就看不到这个世界。是，然后因为小时候是他带的，然后我听外婆说，因为他就是都看不怎么清楚，在帮忙就爸爸妈妈在带我跟弟弟，然后所以他有在跟我形容那个过程，就是越来越看不到，越来越看不到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从小都有一个心愿，是告诉我自己说我长大赚很多钱要帮他治疗那个眼睛，我一直以为他会看到，可是我不知道原来那两颗眼睛是假的。到有一天，是我看着外婆在浴室的时候剥下眼睛的时候，我在她旁边就是一直掉眼泪，然后就是原来就没有办法帮助她再看到这个世界。如果现在你的视力是好好的，你也可以带着外婆游山玩水也是 OK 的，然后讲给她听，对不对？好，不过今天吕医师你也特别带来一个法宝，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到，对不对？对，这个跟眼压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家用型的眼压测量器。因为很多人都讲说我量血压很容易，是，可量眼压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仪器。那这是一个家用型的，是，它上面有一根针哦，这个针呢，它是一个快弹针，它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黑眼珠，也就是我们角膜的地方以后，它就可以读出一个读数来，告诉我们眼压大概是多少。所以它是会显示那个数据的，对不对？对。好，那我们现场呢，其实真的就请我们的专业的人士哦，进来帮两位来宾检测一下眼压哈。OK， 眼睛直视前方，对不对？好，所以一期的眼压值是多少？16。16，好，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数据代表是什么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婷一。好，我们来看一下婷一平常真的会不会教书啦，要写黑板啦，然后改功课、改作业啊？你戴隐形眼镜也 OK 吗？隐形眼镜也是可以测量的，可以测量的哈。好 ，OK。好了，那我来看一下下，这个是 OK。好，那再来。我们随机好不好？现场我相信，其实我们帅气的工程班人员，尤其是我们辛苦的摄影师，每天要盯着小小的那个 monitor 哈。那我跟着他一起过来好了，我们就选里头最帅的这位。好了 ，OK， 好。好了 ，OK， 好。那我们全部都检查过了，我们来看一下下哈。那么也谢谢我们的专业人士特别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过程。好，我特别把这些数据全部都写下来哦，哈，那都是照上面你所看得到的。来，我们来看一下两位来宾的眼压，一齐跟我们的这个婷一，两位是一样是16。然后我跟摄影师，这跟职业别有关吗？就是来宾一定是16，我们相关的工作同仁都是12，哦，也不是啊，这个是巧合了哈。不过这个数据，我们请两位这个专业医师来，吕医师来告诉大家。这个这个都是在正常值范围了。我们说正常眼压大概在10到21之间。对。
那一期的话，它是直接量的，这样这个数值就是它量起来就是16。是。好，那那个张老师呢，因为他戴了隐形眼镜，所以他量起来这个数值大概比他真正这个数值大概多了2到3左右。哦。所以他也许原来大概只有13、14而已。是。那摄影大哥呢，跟这个郭小姐呢，量起来都是12，都是很好的眼压的。哦，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帅气的摄影大哥。哦，虽然盯着荧幕看，但你的眼睛其实真的哈还不错，奶超黑有没有？没有啊，开玩笑的。好 ，OK， 这是我们的眼压的一个检测报告。但是如果要维持这个眼压要正常，听说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键点，吕医师是什么？防水的控制。防水的控制。所以刚刚讲的就是房子的房，水分的水，防水的控制，要怎么样控制呢？我们这个防水在正常的时候，它我们像刚前面讲过，一分钟大概一天啊，大概会产生4cc 左右。是。那我们要控制到说，我不让你产生的过多，然后我产生以后都要能够正常的排出。对。那这是最重要。嗯。那我们刚才讲，你如果喝很多的水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过多。是。所以避免说一次大量的水进入到身体里面去，它会减少它的产生。对。那另外就是说，不要熬夜，因为你熬夜的时候呢，在夜间它还是按照正常时间在分泌，所以它分泌的量也会过多。是，好。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这个这么多的生活习惯，其实都跟我们的用眼有没有过度，或者是疲劳啦，甚至眼压过高的有关系哦。那其实呢，要保健的方法也更简单。今天我们中医师有特别准备了好多好多新鲜的蔬果，对不对？是。好，我们要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所谓的保健视力的精力汤。是。好，那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哦。好，来，我们到后面来。哇，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市场啊，或者自己在家里，其实真的就可以准备了，对不对？是。好，我们来举例一下下，今天准备的这些蔬果有哪些？譬如说，以绿色来说，对，哦，绿色它大部分就是譬如说维他命 E， 哦，或者是如果叶菜类，它含有很丰富的像叶黄素，哦，那像紫色的，对。紫紫的、红红的，这个都含有啊，比如说花青素，花青素啊又叫维他命 P， 它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尤其是针对血管的抗氧化。哦，那像黄橘色的话，像我们常吃的红萝卜，像妈妈都吃，说不要挑食哦，吃红萝卜。然后或者南瓜，还有玉米，还有地瓜，这个像这些南瓜啦、玉米，它含有玉米黄质素。那白色的部分，像鸡蛋啦、牛奶、豆腐、豆浆，或者是豆浆、豆制品。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五色。把它聚在一起，看你自己喜欢吃的是什么样的口味。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示范这个很简单的所谓的顾眼睛的精力汤哈。好，哦，那今天准备的就是梅果、坚果、枸杞，哦，像苹果，还有红萝卜、哦，那直接把它丢到果汁机、调理机，打成一杯果汁。对，哇。你喜欢吃一点有果粒的话，其实你就不用打太碎。对 ，OK， 好，其实真的简简单单。我们现场三位的这个，包含我们的吕医师，还有两位来宾，一起过来好不好？好，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当然，今天这一杯呢，我觉得我自己喝可能稍微比较自私了一点，对不对？我眼压这么的正常，但四位我们的眼压其实都很正常。我要送给一个有可能他将来眼压会比较不正常的那一个。怎么这样讲？我们的摄影师啦，好啦，送给我们的帅气的摄影师，辛苦了。因为其实真的在我们的工作的同时哦，他们其实真的用眼睛也是非常非常过度的，而且呢很容易疲劳，天天盯着小荧幕看哈。那这一杯真的就送给你喝，好不好？你确定我要送给你喝吗？我反悔了。好啦，给你。好啦，今天真的也非常棒哦。大家知道这么多的一些眼睛的一些问题，跟我们真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小小的习惯，真的息息相关哦。稍微修改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我们的灵魂之窗就会非常非常的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就会非常的开心，非常幸福了。接下来呢，我们的米娅要带我们去居家检测一下下，到底我们的居家环境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一起来看看以下的影片咯。山重地区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多是老旧的房子，近几年随着捷运建设的动工，当地的高楼大厦开始一栋一栋的林立，现在的山重则是呈现了一种新旧大楼混杂的特别样貌。今天呢，我们的委托人陈淑慧小姐
他就住在这个巷弄内其中一家温馨的公寓。不过他的居家环境健不健康呢？现在我们马上就要邀请专家来一起为他打造一个健康的居家环境。嗨，邱老师，茉莉在准备了。对啊对啊。刚刚啊，我在三重这边绕了一下，我觉得哈，他们这边好像每一条街道都蛮小的，所以靠得很近，人跟人之间蛮紧密的，很有人情味耶。对啊对啊，因为他们这边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全部混在一块，所以它其实应该是生活机能很好，是一个打拼的好所在。打拼的好所在。对对对。不过今天呢、啊，我们的委托人陈小姐哦，他们家呢有国小跟国中的孩子，住了一阵子之后，他们都同样遇到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啊？究竟是身体生病了，还是环境生病了？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次的委托人是住在三重的陈淑慧小姐。淑慧姐家的房子是位于小巷弄里的三房两厅传统公寓。住在这公寓里，除了淑慧姐和她老公之外，还有他们的三个儿女。走进他们家，一定会被家里温馨又可爱的装潢所吸引。虽然房间的坪数都不算太大，但是都布置得可爱又有活力。而小阳台上，淑慧姐种满了各式各样绿意盎然的小盆栽，让整个家都充满了生命力。好，我们一家五口啊，都住在这边，很感觉很温馨，然后也很舒适。我的家庭真可爱，这样的温馨小公寓让淑慧姐住得非常幸福又满足，但是却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跟家人。从搬进来，原本小朋友都没有近视，然后搬进来六年之后，小朋友那个度数一直增加，这当中也有在点散瞳，可是都没有改善，就不晓得问题在哪里。那我书桌都有帮他们加台灯，可是很奇怪，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他的度数还是一直加深。最小的那个女儿，她都会来客厅写功课，然后客厅的那个光线可能不足，所以她的度数是现在是最深的。我从二年级就有一点轻微的近视，然后到现在已经270度。虽然淑慧姐已经增加了孩子的照明，但是家里小孩的近视在这几年依旧不断的加深。为了好好了解淑慧姐的居家环境，找出让孩子近视加深的原因，我们请她填写绿色居家健康指数自我评量表，进行更完整的自我评估。接着下来就要看看绿色检测员 Mia 和专家如何找出原因，改善居家环境。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淑慧姐的健康自我评量表结果是如何吧。那现在呢，我们直接就来看一看淑慧姐之前填写的你的居家环境自我评量表。首先呢，我们看到光照的环境部分呢，觉得自然采光不太好啦哈，但是有加上人工的照明，可是你还是觉得光照不足啊。对啊，觉得孩子的书桌方面的光还是不足。空气品质呢，家里也是有人有过敏的现象。女儿跟我是，所以可能跟空气流通有关系。对，空气流通。接下来呢，潮湿的问题，您主要只是说在主卧室的地方啊。对，在主卧室的哪一个部分有潮湿？主卧室的那个浴室。浴室啊，浴室又出现了哈。看完了以上这些问题哦，淑慧姐，我想问你，这里面呢最大让你最困扰的问题是哪一个？最大问题还是光照问题，还有小孩的视力问题。淑慧姐一直以来最担心的就是小孩子的视力问题，而他们家里的光照环境实际状况到底是如何呢？我们马上请专家替我们解答。我这边有带一个照度计，那这照度计其实是要量测我们的桌面的照度够不够，因为平常你在写字或看书必须要有外来的光源。那外来的光源其实我们的那个国家的标准规范是你在读书的时候要500 lux 就是勒克斯，它是光的照度的一个单位。专家拿出的这个照度计是个可以精准测量光线照度的机器，当人们在写作业念书时，照度必须要在500 lux以上，而阅读报章杂志也至少要有350 lux。当照度显示不足以上的数值，而又要阅读或是书写时，那么眼睛的视力绝对会受损。而淑慧姐家的客厅照度又是多少呢？麻烦把摄影灯哈关一下，关掉一下。OK， 你看喽，它目前哈呈现的大概快接近200 lux。OK， 而且现在是白天哦，其实窗还有一些自然光进来，对，竟然这样子，所以说你距离那个500 lux 还有300 lux， 然后你距离350看杂志，
其实也不太够。淑慧姐家因为在小巷弄里，即使有大片的对外窗，获得的自然光线也依旧有限，因此啊，淑慧姐家的客厅照度果然是严重不足，难怪常在这里写作业的小女儿近视会加深的那么快。这个是儿子的房间，对，他平常时都在这边做功课。对，他在这边做功课。OK， 那我们来看一样有一盏灯，好的，灯亮了，哎，都不会亮，灯泡是连装都没有装，它是空的。日光灯的启动器已经脱落了。现在呢，来到这是主卧室喽，看起来光线蛮充足的，而且很浪漫呢。对。哎，那这个小朋友平常会进来吗？会啊，小朋友会进来用电脑。这电脑桌看起来有一点点昏暗呢。像有时候会查作业啊，然后就直接在这边写，然后看。哦、因为写的时候是需要看自己的文件或是课本，所以其实哈、哦，你这照度其实还是不够，反差太大的话，他的眼睛就会比较疲劳。哦。现在呢，我们来到女儿的房间了，是多少？如果是工作面的话，对啊，是哎、欸，这个不够，完全不够。那我跟你说，没关系哈，台灯打开好了，这样子。好，等一下，哇，1000多了。哎，那这样很棒啊，很够啊。那为什么不开啊？因为女儿都会觉得看久会觉得太热，太燥热，她就坐不住，就说妈妈，我要去客厅写。哦，这个是钨丝灯泡，钨丝灯泡就会很热。对，钨丝灯泡哈，它照久了之后表面温度是200度，虽然照度非常充足，可是哈，它会让你觉得很热。另外那边有一盏灯哎，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测一下好了。OK。这个呢？你看哦，在灯底下它照度其实是够的，然后可是呢偏了一本，它就两边就是照度严重不均匀。啊，那这样子也会造成视力的问题耶。对对对，没错。那这个灯光我们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式？这个就比较好调，如果他觉得照度不均匀的话，因为他原本用的是省电灯泡，省电灯泡就不会太热，所以你可以把它加高一点。加高一点。加高一点的话，其实它的照度就会比较均匀。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区域就会放大的，对对，这边哈，这边600多，然后这边就可以将近500左右。在经过一番检测之后，米娅，我跟专家发现，淑慧姐家啊，不只是客厅的光线严重不足，小孩子房间里的光线也有灯具摆放位置的错误、灯泡选择不良，以及灯具不足等多个问题。其实这样的状况对于全家人的眼睛是影响很大的。家里采光不足时，很容易导致眼睛有非常多的疾病哦。从里到外都有可能，从最常见的眼睛干涩的干眼症，到我们最严重的视力退化都有可能。但是如果您必须一定要在家里做阅读的时候，你还是要确保你家里的采光是足够的，而且灯光不可以炫，这样才能够永保您的视力哦。邱老师，我们改造方案是怎么样？就是把全面把他们家的照明系统跟光源全部换掉。全部换掉，淑慧姐觉得怎么样？全部可能比较费工了，可能这部分先从孩子房间的照明开始，这部分来调整。OK 啊，那就从点光源开始，就是他们的那个灯具，他们的那个台灯开始，我们把它光源先换掉。是因为孩子的视力呢，还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现在呢，重点式的改造就马上开始。老师，我们是要开始改造吗？那这些是？对啊，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帮陈小姐选的光源。光源，哦，这么多颗哦。对啊，对啊。每一个都要用到吗？只会用到一种，猜一下。这三个灯泡啊，它待会发出来都是白光还是黄光？都是黄光。那哪一个会最亮呢？都一样亮。怎么会这样问不出来？这样子好了啦。因为呢，我家哈刚好都是用这一种的，应该是他吧？错。那不然呢？这个是他。对。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LED 灯泡。是。那因为陈小姐他们家小孩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只要灯光热，他就不想要开灯，所以他们要用这种 LED 灯泡，因为它发热量最少，就是说相同的亮度，可是它瓦数最低，它就是热。对。是，你动作怎么那么快啊？那因为他们的原来的设计哈，这个层板到天花板之间哈，距离严重不足，它可能不到20公分。
那事实上，按照那个照明的设计标准啊，你应该超过30公分。这样的话，你的间接照明的灯管才可以把灯光反射到客厅中央的天花板，然后再洒在你的那个工作面上面。你好，请把我的铝箔纸给我。邱老师，这铝箔纸你要拿来干嘛？我来增加它的T8灯管的反射。反射？对对。那纸巾再拿给我一下，因为它的灯管还蛮脏的。好。灯管很脏，这样也有问题吗？对对对，因为灯管很脏，你光线就出不来啦。邱老师帮客厅改造的方式，就是把灯管都擦拭干净，并且在灯管的四周加上铝箔纸，反射灯管的亮度。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光线反射到天花板上，再照亮整个客厅。究竟改造之后，客厅的照度是否有所改善呢？我觉得变亮了，我也觉得好像有变亮一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实际的数字，测一下啊。哇，超过500了耶！不对不对，要放在工作面，因为读书的那个它是哦，就要放平面这里哦。那我看一下，还是过500啊。OK， 那叫 OK 及格。这个呢是我们刚刚选出来的 LED 省电灯泡，好，现在要请老师帮我们换上去喽。所以换这个 LED 灯泡的话呢，热度就不会这么热。对，因为它本来表面温度是200度，那用这个的话，其实表面温度也是不到60度，所以它的辐射热感会降低非常的多。好，开开看。好，对啊，对 ，OK， 我们来看一下照度。照度你看已经超过500 lux 了，真的耶。所以你手来摸摸看，看它会不会热。真的不会热了。开再久都不会热。对对，没错没错。不只是小女儿的台灯，就连儿子的台灯，专家也装上了 LED 灯泡。而淑慧姐房间的电脑桌，邱老师则是装上了一个 LED 灯泡的夹灯。所以说呢，这个光的来源还是从高处一点的比较好，对不对？对对对，让它能够受光面大一点，然后均匀一点。下午6:30是淑慧姐家小朋友下课的时间，究竟他们会发现专家帮他们做的小小改变吗？你们回来啦 ！Hello， 你们好啊！大家好，小朋友欢迎你们回家。今天哦，你们家有一点点不一样哦，要不要赶快去房间看一看？好啦，我要去房间看看。书桌灯变怎么样了？好像没有那么刺眼了。妹妹呢？没有那么热。一起来看哥哥的房间书桌有什么改变？亮亮。它摸起来会怎么样？会不会烫？不会。不会热热的。不会热热的，对不对？不会。哇，电脑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多了一个台灯。这样子你们的度数就不会一直增加了。这样的改造总共花费不到1000元，但是对于淑慧姐家小朋友的眼睛可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哦。淑慧姐，希望这一点小小的改造呢，可以保护你们全家人的眼睛。一定会有改善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谢谢邱老师，谢谢邱老师。今天居家环境改造大成功，耶！绿色生活到你家，让我们一起守护你的居家健康。